冰色的。안녕하세요大家好，今天呢又来到了彤彤开箱时刻，哒哒哒哒。今天呢我们来了三位帅哥，除了 Cody Hong 之外来了很威，很帅，所以你在，你觉得？ Justin 吴宗翰，还有你觉得常永帅？常永，常永帅啊！我觉得这个拉起来，观众们应该会很期待，很支持常永跟彤彤有进一步的发展，有没有？在下面留言哦。我也很期待哦，跟常永发展。我也觉得彤彤跟常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火花。对对对，爱了。等一下，你们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哎。Nobody cares。今天我们要来试吃很恐怖的东西。众所皆知 ，Cody Hong 有一个别名叫做 Spicy。呀，那个别名就是 from 他。以前没有人叫我 Spicy Home 了，他讲一句把我 Spicy Home TV， 然后全世界就觉得我是 Spicy Home TV 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试吃世界上最辣的四种辣椒。谢谢蔡常永，帮我从台湾带回来。现在要提到，这个是农场买的辣椒，是它是特地从农场订回来，所以一般上 supermarket 是买不到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。这个就是蔡常永从台湾带回来的。农场辣椒酱，是我们这里有四种不同的，然后这是号称就是黄金辣椒组合。首先Justin手上有什么？我的是黄金极品辣酱，我的是鬼椒极品辣酱，我的是摩羯极品辣酱，我拿的应该是最不辣的巧克力极品辣酱。这个是摩羯，据说这两个是最辣，我们两个。你在鬼椒不是那十八禁里面那个吗？对。Oh hell no！ No joke， 这个东西吃下去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随时进医院的喂。等一下我们就快点，别乱下，反正医院很靠近吧，好吗？让我来揭破好吗？揭破！我们揭破这个东西谁拿出来的？揭破！这个东西谁拿出来的？揭破 ！CCY， 谁拿出来的？不知道，不是你们吗？我以为是你们的。对的，你那边。现在小孩子在家不要学啊！对对对，小孩子在家千万不要学。我们从最不辣的开始吃吧。我们先从这里那一罐黄金极品辣酱开始，我觉得那东西应该不辣。它不像辣椒酱的感觉，它很像那种酱料罢了，像那种火锅酱料，沙爹的酱料。你看，就是奥林色的嘛，沙那个。我吃不下去，我敢吃。哇哇，辣的喂，很恶心。它辣，可是它的味道很蛤蜊。哇哇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辣。所以这个是最不辣的。据说辣，其实它真的 OK， 这个是马来西亚可以接受辣。对，这两个有点浮夸哎。所以第一关，如果是十颗星辣的话，你们要给到六颗，有六颗，我一点六颗，六颗，很辣，真的很辣。没有，我觉得刚刚是因为我把它吞下去，所以我没有觉得两颗，觉得他们两个这样辣。这个比十大劲辣面来讲啊，比那个韩国辣面来讲的话，这个、比韩国辣面来讲的话，它没有这样辣，韩国辣面比较辣。对，韩国辣面比较辣。我觉得它的辣还好，我不能搭，但是它的味道，味道很恶心，怪怪的。来下一个，巧克力辣椒酱。那里面有没有巧克力呢？你刚才说这个东西极红吗？巧克力辣椒酱，那里面有没有巧克力呢？它上面一层都是油，你们要搅来，我帮你们搅一下先。它其实是这个农场，这个辣椒农场，让它自己做。三二一，都不辣，不辣呗？屁啦，不辣！哇辣！辣！兄弟们，哇，这个比上一个还要辣哎！是我的舌头有问题。哇，什么巧克力辣椒酱？它没有巧克力，它里面没有巧克力。哇，这个很辣。我买的时候，我以为里面有巧克力，可能是因为我舌头受伤了，所以我没有辣。没有，他脑袋受伤。OK， 这罐就好收起来，请你别的朋友吃啊。但是还没有到，我觉得还是双倍辣拉面比较辣。我肚子有点烧啊。哇。我嘴唇很烫，我们要不要去烫个面？嘴唇、舌头跟喉咙都很烫。我们要不要去烫个面，来配接下来的更辣？哎，在彤彤去烫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，大家觉得 Cody 跟彤彤会不会在一起？这段不会剪进去的。今天这段你敢剪进去，我把你埋在不可以交流。其实 Cody 是同性恋呐，他跟彤彤只是伪装罢了。Gay。我想要放弃，我也想放弃啊！我真的没办法吃。你们三个人去放，我继续吃。我们三个人看你吃。这三位都想要 give up， 不要拍这个 video， 但是我为了让这个 video 可以继续拍，我要一个人吃完它。来，辣没有辣。小朋友，我很想念你，朋友你在哪里？首先，彤彤要先挑战。
鬼椒极品辣酱，来，汤匙来，太多了啦。鬼椒，我弟我怕怕，好辣，妈咪还要死了，妈咪。怕鬼椒的，都直接破洞的。我觉得这样可能没有这样辣，因为它翻掉了。你要直接吃辣椒，应该是很辣辣这样看。是辣吗？它这本身是辣，很辣，应该很辣，很辣，它辣到不中了。我有点想要试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的目标就是要揭穿人家，所以我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辣。我感觉这个真的辣。哇！这个真的辣，它辣到他疯了。你看表情。我们最辣到还没有吃哎，我们还吃到鬼椒哦哎，没关系，魔蟹极品辣椒还没有吃哎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演技派，现在我来拆穿他们。我不敢吃哎，可是我想拆穿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是骗的。真的，不要很辣。真的很辣，算了，我觉得常勇应该不会骗我，我还是不吃啊。白米凉辣的，我用水更辣。啊，哭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算了，知道。那李美那个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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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比十八斤肯定还要辣。它到底是有多辣，可以让你们吃到哭啊？我敢吃。幸好嘉斯那边有吃，他本来想要吃好的。你知道他们刚刚吃的那个只是，他们刚吃的那个只是到什么硅胶极品，还有一个更辣辣椒酱哦。硅胶极品辣椒酱已经让他们辣到这样了，还有一个最辣的这个是魔蟹极品辣椒酱，这个我们还没有 try 哎。一根会这么严重吗？应该。Yeah.哇哦，一根都不要吃的，一根都不要吃，真的很辣。我看真的是吃一根而已，真的是一根，真的是一条。OK， 我现在一条就好。我现在肚子不舒服啊，我就揣一条就好。不，一条没有，半条。我的肚子很烧啊，真的。你吃半根就流眼泪啊？我没有骗你，我不是夸张，我不是演技派。哎，我是 spicy home 哎。好像你真的吗？可以。吃饱是吧？哇。含着，证明是男人，含着。啊！哇，不行，辣！哎呦！哇，真的很辣！我都跟你讲了，你还要去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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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东西不可以玩。Seriously 啊，有比十八斤辣，我觉得。有。那比十八斤辣。你们看，我们已经把它弄得这么淡了。对。而且它很淡。刚才我们拿出是一汤匙，然后搅拌进去，然后我们只弄得这么淡。我讲话都有点问题了，现在。真的，认真跟你讲，不要玩这个辣酱。这不是一个广告，这个辣酱不要玩。这一集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不点。不要。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在下方点个赞，还有分享，还有留言。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channel， 订阅常勇的 channel， 订阅 Cody 的 channel， 订阅 Justin 的 channel， 还有要别忘记按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哦。饺子们，我们下次见。你看我现在讲话很慢，因为呢，我的舌头真的很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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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痛。我叫痛痛，我是痛痛，我不是痛痛。拜。